从龟园跑出来的龟，最后一只找到的是天丁，竟然是在运动场找到的，还好有找到了。天丁四处爬，四处吃，似乎还蛮开心的。可是我等一下要把你送回龟园了，天丁。回去找吉鲁巴，还有崩奇他们，好不好？那你回去咯，哈。